南韩SM娱乐公司即将推出七人男团 Lights， 这也是SM娱乐自 NCT 之后可谓7年推出的男团。组合日前到洛杉矶登上 KCON 舞台演出，以两首歌潮热全场气氛。其中成员元彬在官方的舞蹈影片中几乎都是站 C 位，不难看出他就是公司主推的人气成员。网传SM娱乐在看到元彬的 IG 照片后，决定邀请他成为练习生。多才多艺的他会弹吉他，会跳舞，再加上超高颜值性，大批粉丝关注，网友们纷纷大赞他长得有种台湾演员的感觉。也有人笑称妈妈是用元彬的照片做胎教吗？叫元彬的都长很帅耶。不过也有人吐槽他的中分发型好老土，希望他能换个发型啊。